各位敬爱的家长们，大家好，我是大溪国中校长洪玉哲。首先欢迎各位家长加入大溪国中的大家庭。今年110学年度第一学期亲师座谈会受到疫情影响，学校改以线上视讯方式办理，持续和家长做面对面的沟通，一起聊聊孩子的学习状况。今天的亲子座谈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先由各处室进行业务宣导，接着由校长和各位家长分享教养看法。第二个部分则请各位家长加入各班的线上班亲会，和各班导师进行线上互动，了解老师的班级经营方式及孩子的在校状况。也欢迎各位家长提供任何的意见给学校参考。在各处室业务宣导之前，校长有几件事情要请各位家长协助。第一，在课业方面，请各位家长每天关心一下孩子在校的学习状况，有没有听不懂的地方，作业完成情形等等。第二，在上网玩游戏方面，请各位家长约束您的孩子，每天晚上不要超过1个小时，避免网络成瘾，造成学习及生活上的偏差。最后，校长在这边诚恳地邀请各位家长多多参与学校所办理的相关活动，以行动来支持学校，作为学校最坚强的后盾，相信学校在办学各方面一定表现越来越好。在此预祝今天的线上班亲会圆满成功，各位家长和老师都有一个良好的互动，让亲师合作共创亲师生三赢。谢谢大家，安之 C。各位家长，大家好，欢迎各位今天在线上参加亲师座谈会。因应疫情的关系，第一次在线上办理亲师座谈。各位家长的动机就是关心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家长和老师，学校建立起沟通的机制，了解校务发展的状况。建立起支持体系，让孩子能够在最好的教育环境下得到最好的发展。大溪国中师长为教育奉献，本人感到非常的佩服。我相信各位家长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大溪国中是正确的选择。大溪国中家长会祝福各位幸福快乐。各位家长，大家晚安。又到了我们110学年度亲子座谈会的一个时间，教导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业务报告。有关教导处的业务呢，我们在我们的新事例呢都已经发给大家，我相信呢，每位家长都非常的了解。那就针对呢我们友善校园的一个重点项目，有关毒品的防治部分呢，我觉得是迫不及待的，因为呢现在青少年面对的一些毒品的一些泛滥，陷入呢毒海都不自知，所以呢我们就特别的做一个毒品危害防治先导，有关新型毒品的辨识跟反毒的一个技巧。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在目前呢我们的一些新型毒品呢都做成一个很简易的一个随身包，包括呢有果冻等等。那有些学生呢，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这是毒品，那吃了这些毒品之后呢，而显得出的精神呢，相当亢奋，或者呢精神不济而不自知啊。那接着呢，在往后这个学习的部分呢，就影响得非常大。那我们就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那些我们毒品呢，它的包装的一个状况。首先呢，我们介绍呢摇头丸，在摇头丸呢又称之为快乐丸，吃了之后呢，它具有兴奋的一个作用，而且呢身体感到非常欢愉，情绪呢它活动呢非常的亢奋。而且呢，我们心跳加快，而且动作呢会过动，并且呢，我们牙关会有一个紧闭作用，所以呢，一般呢，他们吃了之后呢，会产生一个呢肢体上的一个过度亢奋。那它包装成一般的我们果冻，或者是呢一般巧克力丸等等。那
这种包装呢，在市面上呢很容易的看得到。啊，第二个呢，要给大家介绍是一个有关的毒咖啡包，或呢毒奶茶包。那毒贩呢，为了躲避呢警方的一个追缉，啊，降低呢我们毒品的一个成本，而吸引更多的人好奇来尝试，我们将毒品呢掺入呢市售的咖啡包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第一个呢是呢麦斯威尔的一个321的那个调和包，啊，第二个呢是呢我们的雀巢柠檬茶，啊，第三个呢是我们的呢雀巢的一个那个咖啡包，啊，这些咖啡包呢，事实上的外观呢跟一般的市售的一样，啊，但是如果我们很仔细的去辨识呢，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包装，所以呢它外形上、颜色以及呢它日期呢。会跟一般的不一样，啊，第四个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呢，啊，这跳跳糖，啊，这跳跳糖呢，啊，主要是来自于香糖，又称之为 Happy 粉或者开心粉，啊，使用之后呢，会有呢两加强我们的性欲，还有呢兴奋的作用。由于呢它形状呢如一般的我们的果糖的包装，常常作为一些民间的一个药丸，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跳跳糖呢，它包装呢跟一般的市售的呢，啊，小孩子吃的玩具糖一样。而且呢，讲流通的非常的广。下一个介绍呢是迷情巧克力，啊，那一般的毒贩呢，为了躲避警方的一个追缉，啊，近年来常以呢我们糖果并包装成巧克力来掩饰的毒品，啊，这是我们模仿那个金沙还有呢雷神巧克力的包装，那在外装上呢几乎呢是一模一样，啊，里面呢讲它的巧克力以及呢这个巧克力丸呢讲都掺有一些毒粉。另外呢，我们介绍呢那摇头丸的果冻，那毒贩为了呢松懈民众的警觉性，啊，同时呢逃避呢警察那个追缉，而制成果冻的造型，啊，在果冻在市面上呢一般都很容易买得到，而且它外形的制作上呢跟一般的果冻呢相差一样，所以呢常常被误为它就真正是我们一般所吃的一个果冻。那我们再介绍呢，下一个是毒软糖。啊，这毒软糖做的跟我们市面上的一般的那软糖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毒贩呢将毒品呢渗入我们软糖里面，而在躲避呢我们警方的一个查缉，啊，所以呢在外形上呢它起得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呢在买卖上呢也非常的呢便宜。那接下来是一个介绍呢我们金刚梅子粉，那还有呢金刚的一个梅锭，那毒贩呢将我们毒品呢渗入梅子粉里面，啊，这梅子粉吃起来呢酸酸甜甜的。而且呢，造价呢非常的便宜啊，在市面上很容易买得到。另外呢，也将这梅子粉呢，把压成了压锭啊，我们这个梅锭，然后呢，携带呢非常方便。啊，这种呢，贩卖方式呢，它透过呢我们的一些杂货店啊等等呢来贩卖。那我们的糖果屋呢，里面呢常见到一些所做成的一些那个新兴毒品的一个包装啊，包括有跳跳糖啦。小熊的软糖啦，啊，还有巧克力啦，啊，鲜达饼等等，这些外形上呢起得呢非常的相同，而且呢起得非常的方便，然后而且呢会做成好吃的一个毒饮品，啊，比如说像咖啡包啦，巧克力粉啦，还有各式卡通造型的一个包装，啊，这些它外面看起来呢讲几乎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但是呢你仔细一看的话呢，事实上呢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呢？第一个。他们的一些呢果冻的包装，还有呢我们的一些呢科学面等等，这些呢都是他们所做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包装。那我们如果找出这些披着果糖的一个呢那个恶魔的魔鬼的果实呢，那我们的观众看得到，第一个呢讲他们的包装呢讲平常都没有看到的，还有呢什么的内容标示呢不明的，以及呢重新包装过的一个有破坏的痕迹。只要呢我们稍微小心一点的话，事实上呢都可以知道。那最后呢，我们学生一般来误食这些的新兴毒品之后呢，它的一个外形上的反应第一个，他精神呢会觉得这样非常不稳定，有时候会非常的亢奋，有时候会精神不济。那第二个呢，在上课的时候呢，经常呢会打瞌睡，因为呢他的快乐期过之后呢，整个情绪都会变得非常的低迷。第三个呢，在它的外观上，我们可以看得大致上都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呢，眼神呢非常的迟滞，那第二个呢，非常平妙，第三个情绪呢非常不稳。事实上呢，我们呢多一点的关心的话，那呢，我们孩子呢在我们学习过程呢，就可能远离这些毒害，
啊，少一点我们的一些忧心，啊，这是我们啊教导处做一个简单一个报告，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家长跟学校呢共同来配合一些新兴毒品的一些啊防治，让孩子呢过一个无毒的一个学习生涯，啊，谢谢大家。总务处报告，感谢各位家长伙伴的参与。总务处接下来有几件事情报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会长吴永志先生蝉联当选110年学年度家长会的会长，然后副会长分别为曾中斌先生、黄文昌先生、罗文伟先生，常务委员分别为钟坤轩先生、曾国泰先生、曾世文先生、黄建勋先生、曾焕成先生，家长委员分别为李松岩先生、刘浩哲先生、吕春龙先生、洪文婷先生、张品杰先生、李一珍先生。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苗栗县的副议长李文斌先生赠送本校学生手工皂三盒，希望同学面对疫情要勤洗手，保护自己及你我。啊，第三就是9月17号为我们110年国家防灾日演习，进行地震速报演练，要求临阵应变，以趴下掩护稳住为主，各班同学依据趴下掩护稳住等要求确实执行及演练。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这一次举办的防灾疏散的演练，演练完毕之后，先由指挥官校长然后宣布演练结束，各班观看苗栗县110年防灾影片，来加强防灾应变的能力。第四，我们这学期学校施工还是不少，如果有影响到学校校园周围家长生活作息，请多多包涵，造成不便，也谢谢您的包容以及体谅，也请转达孩子若有施工，学校除有三角锥及封锁线禁止孩子进入之外，也请提醒孩子尽量远离施工地点，不要驻足围观，保护自身安全，也请家长进入工地时注意自身安全。六点，经由地方代表争取及政府协助，学校新添购的体育训练器材及校园对讲机，让学生能够加强训练及保护学生。另外，我们的光电球场及跑道持续争取中，希望让学校的硬体设施越来越好。因为我们学校是开放空间，但也希望家长协助保护，如果看见有人破坏，请协助制止或回报学校，让学校成为您喜欢来学校也欢迎您来的好地方。报告完毕。各位教育的合伙人大家好，我是辅导主任徐美文，接下来由我简单的向各位介绍辅导室的业务以及需要各位家长帮忙的地方。辅导室的业务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特殊教育、学生辅导、家庭教育以及生涯发展教育。在特殊教育方面，主要是提供特殊生个别化的教育、鉴定、安置、转衔等服务，但是也不局限在特殊生。如果您发现你的孩子有一些非常特殊的行为，譬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常常忘东忘西，或者网络成瘾非常严重，你也可以来学校跟我们的辅导老师或资源班老师进行咨询，我们一定会尽力提供相关的资源来协助您的孩子改善问题。第二部分是学生辅导。大家都知道，国中时期的孩子正值青春期，又叫青春狂飙期、青春叛逆期，许多孩子在面临各种成长的议题压力下，很容易产生各种的情绪困扰、焦虑，甚至逃避到网络里面，形成网络成瘾。学校一旦发现孩子有这种状况，我们首先会请导师进行辅导，那问题再严重一些，就会安排专辅老师、兼辅老师进行个案諮商，或者邀请他们参加小团体辅导。我们平时非常重视预防性的辅导，也常安排一些正向积极的课程，譬如说像得胜者课程。那午餐时间也经常播放一些励志的影片，用各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协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跟价值观。第三部分是家庭教育。我想很多人都能认同，小孩子要长得好跟家庭教育有最密切的关系，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才能教养出优秀的小孩。如何当一个称职的现代父母，
是每个家长需要学习的课题，但坦白说，这也是一门相当不容易的必修课，因为每个孩子的特质不同，没有办法用单一的标准套用在每个小孩身上，也没有办法用十几二十年前上一辈威权式的教养方式来教养现代的小孩，所以说相当不容易。那政府的家庭教育法有规定，学校必须提供家长一些亲子教育的知识，所以呢，我们每学期举办亲师座谈会，举办亲子教育讲座、家庭访问，目的就是协助家长成为称职的现代父母。这几年来，我们每个月还会精选一些亲子教育的文章，让孩子带回去跟家长共读，希望家长在阅读文章之后，除了签名之外，也能够写一些心得。为了鼓励家长写心得，我们这边有个鼓励办法，就是家长只要写三篇心得，就能为孩子争取到一次嘉奖哦。最后一部分是生涯发展教育。从事辅导工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经常发现，只要孩子对自己的未来有想法、有目标，通常就会自动自发的努力，而且也不太容易产生一些偏差行为。所以这几年来，我们非常积极在推动生涯发展教育，那用一系列有系统的方式来推动，譬如说从孩子进入七年级进入大溪国中之后，我们就会安排智力测验、学习态度测验，到了八年级会安排兴趣测验、性向测验，用各种客观的量表协助孩子更了解自己，作为未来国三志愿选填的参考。那也会邀请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来学校进行生涯的讲座，分享他们的职业经验。中午时段还会播映各种生涯影片，由导师进行引导。到了八年级，我们也会带着学生到附近的高中、高职或者职场进行参访体验活动。九年级的时候还会开办记忆教育课程，像这个学年度我们就是跟中兴商工合作，上学期开设家政职群、动力机械职群，下学期开设食品职群和餐旅职群。孩子们透过记忆教育的学习，可以参加下学期四月份举办的记忆竞赛，如果得到很好的名次，还能透过两个升学管道，绩优甄审、实用技能班这两个升学管道，直接就读高中、高职想要喜欢的科系。这种种的生涯试探的活动，我们都会指导学生、指导您的孩子，记录在所谓的生涯辅导记录手册，我们常说小蓝本啊，以及生涯档案当中。每个学期呢，至少会有一次让学生带回家，让家长签名。希望各位家长在签名的同时，也能够翻一翻这个手册的内容，相信你会更加了解您的小孩。在我们的生涯辅导记录手册，就是蓝色这一本的最前面有一段给家长的话，他是这样写的：在强调适性扬才、多元发展的时代，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有个人挥洒的天地，如何协助孩子发挥优势能力并规划生涯方向，是学校与家长共同的课题。建议您参考这本手册的各项内容，找时间跟孩子聊聊，听听孩子的想法，必要时也可以到学校跟老师一起讨论，一起来协助孩子在生涯洪流当中找到适合的航道，让他们带着满满的祝福张帆远扬，过着幸福美满充实又有意义的人生。以上是辅导师的报告。那最后呢，要诚挚的邀请各位家长加入我们大溪国中的 FB 以及辅导师的 FB。 我们经常会将学校的大小事办理的活动都在我们的 FB 上，譬如说画面上现在看到，刚刚看到的是洪校长上上礼拜在七年级上数学课的情形，现在看到的是辅导室这礼拜因应教师节所办的快递施恩的活动。想要说的是，我们真的很努力在做，也希望各
各位家长多多给我们支持跟鼓励，加入我们大溪国中的 FB， 一起来关心孩子在大溪的成长跟学习。谢谢。各位家长晚安，我是大溪国中校长洪玉哲，今天利用亲师座谈会一点时间，跟各位家长谈亲子教养。相信各位家长都听过，过去的传统思维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各位家长，如果您有三个孩子，老大喜欢阅读，成绩非常的好，老二喜欢动手操作，敲敲打打，功课普通，老三喜欢体育，喜欢踢足球，功课待加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您对于老二还有老三未来的表现会不会感到担忧？其实您先别急着烦恼。各位家长，您知道这三位人物他们的年薪吗？第一位是我们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年薪500万。第二位是我们苗栗技职学校出身、世界级钣金师傅的马祥元，年薪超过1000万。第三位是阿根廷职业足球员莱纳尔梅西，目前的年薪是7100万欧元。我相信各位家长应该知道我要向您说些什么，但是我们也不能以薪水来论定一个人的成就以及表现。现在的教育新思维是行行都能出状元，每个孩子都是第一名，各位家长您认同吗？今天我要报告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多元智慧的教养，第二个部分是陪孩子度过叛逆期。首先在多元智慧的教养方面，多元智慧理论，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 Gardner 教授在1983年提出多元智慧理论。他认为学校在发展学生各方面智能的同时，必须留意每一个学生都拥有某些方面的智能特别突出，而当学生未能在其他方面追上进度时，要引导学生运用其强项学习。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学校常常讲的顺性发展、适性教育。 Garner 教授的多元智慧分成八大，包括语文、逻辑数学、音乐、空间、肢体运作、内省、人际、自然探索。他认为智商不是只有一个面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分，要持续广泛学习才能因应时代变化。这个也是学校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提供更多元的学习机会，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发展潜能，顺性扬才，适性发展。有关多元智慧的教养观，在这边校长提供几点给各位家长参考。第一，父母要接纳孩子间个别差异的优劣势能力，每个孩子都有他的独特性，他的差异性，哪怕是双胞胎也大不相同。第二，小时不佳，大却寥寥。相信各位家长应该看过很多报道，很多世界上的名人在小时候的表现并不特别突出，
但是他长大之后却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第三，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是无用，是时机未到。因此我们当父母亲的要学会等待，学会陪伴孩子，只要能够认真努力，只要时机到来，相信他一定在某个领域会有不错的表现。第四，多元智慧，多元学习。第五，生活学习中充满多元智慧，分担家事。很多家长都舍不得让孩子在家里帮忙分担家事，哪怕是洗碗、倒垃圾、拖地，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都希望孩子能够把多余的时间用在课业的学习上。其实个人的看法是，我们生活学习中充满着多元的智慧，只要你让孩子去多方的尝试，相信他在分担家事的过程当中也会学到一些生活的小技巧，也可以让他知道父母亲除了工作之外还要做很多的家事，是非常的辛苦的。第二个部分要来跟各位家长谈陪孩子度过叛逆期。相信很多的家长都会发现到，孩子在国一上学期的时候大多还算可以沟通，但随着国一下学期的来到，您就会发现自己的孩子怎么越来越难沟通，动不动就跟你顶嘴、乱发脾气，甚至对立相向。这个就是孩子的一个自我意识的高涨。自我意识的高涨，依专家学者的看法，主要归因于两个部分。第一是认知发展反抗期。从认知发展的角度来说，孩子想借由反抗约定俗成的群众意识，反抗父母亲的想法，来展现自己的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第二个归因是生理结构的变化。孩子来到国中阶段，已经进入了所谓的青春期，生理结构上的荷尔蒙分泌让他们不止在身体上发生激烈的变化，也让青少年们去追求更多感官与心灵上的刺激。因此他们在言语行动上会更加的激烈，来凸显个体的一个存在。针对国中叛逆期的部分，在这边给各位家长几点建议，让我们一起来陪孩子度过国中的叛逆期。建议一，适度的运动。运动可以刺激大脑分泌与愉悦情绪相关的多巴胺，而专注的运动也可以抑制杏仁核的活化。杏仁核是负面情绪的中心，因此运动可以帮助孩子情绪更加稳定。在这边建议各位家长，如果您在孩子课余的时间或者是假日有空的话，不妨带着孩子出去运动一下，流流汗，相信对于孩子的情绪绝对有正向的帮助，帮助他们情绪更加的稳定，也可以促进亲子之间的一个感情。建议二，培养亲子阅读习惯。阅读不但是孩子的心灵更加稳定，也能成为我们与孩子之间连结的一座桥梁。因为透过与孩子的共读，我们将能更
加明白孩子难以揣测的心灵世界。因此在这边建议各位家长，如果您在夜间或者是假日有空的话，不妨邀孩子一起共读一本书，彼此分享阅读的心得，相信您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来了解孩子一些心里面的想法，也可以促进孩子的心灵的一个发展，促进孩子与我们父母亲的一个感情的一个正面帮助。建议三，父母的同理心。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父母亲一开始不要针对孩子发生事情的理由加以评论，也不要去批评孩子在这件事情上做错了什么事，必须先在同理之中让孩子把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孩子才有可能回到正向的思考，而不至于把自己关在负面情绪里出不来。因此父母亲的同理心非常的重要，我们换位思考，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去想看看孩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不是一开始我们就去责怪孩子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做好什么部分，然后应该要怎么做更好等等。建议是，请听、沟通与协调。父母请听与沟通，理解孩子的想法之后，我们仍旧要与孩子进行协调，取得两人中间的一个平衡点。因为与他人协调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您透过与孩子的一个协调，让孩子能够及早练习与他人的协调，相信未来他在群体生活当中一定能够跟同侪更有合作的一个默契以及相关的做法。建议五，把孩子当大人般尊重，让他为自己行为负责。无论过去孩子怎么听话，现在正在迈向转大人的路，在心理上需要被当成大人般尊重，即使行为决定都还不够成熟，所以要开始把他当成另一个大人般对待，才能够确实的帮助孩子成长，同时也让孩子学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建议六，接受孩子的负面情绪。父母亲要接受，自己也要接受孩子们的负面情绪。当孩子发生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存在。如果负面的情绪能够被父母亲正视并发泄出来，这样子才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也唯有让情绪过去，正向的思考与力量才会出现，如此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成长。在这边给各位家长一些期许，首先是没有人天生就会当父母，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要当一位好的父母亲，是要在不断的学习当中，以及以亲子成长体验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学会当一个好父母。第二，不要想当完美的父母亲，尽力就好。回想我过去初为人父的时候，孩子一个不小心跌倒受伤了，突然
生起病来，总是万般的着急，内心不断的自责自己没有把孩子照顾好。其实很多事情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要我们尽力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就好。第三，当父母原本就是一种犯错的过程。俗语说，失败为成功之母。相信每一对父母亲都是在不断的经验累积，在做错事情的过程当中，学会当一个更称职的父母。第四，亲师合作。各位家长，如果您对于孩子在学校的所作所为想要有及时的一个了解，请您跟我们的各班导师保持密切联系。孩子在家里发生的点点滴滴，也请你随时转知给班导师知道，因为唯有亲师的合作，才能够让亲师生三赢，让您的孩子在这个学习的阶段当中表现得越来越好。各位家长，大溪国中已经迈入四十几个年头，大溪国中的所有教职同仁在这么多年来的用心耕耘教育，相信我们不管是家长以及社区都有目共睹，也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的家长能够放心的把您的宝贝子女送到大溪国中来就读。大溪国中未来一定秉持着适性扬才，成就每位孩子的目标努力，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来到大溪国中就读，毕业之后不管是在另外一个学习的阶段，或者是未来在工作职场上，都能够大放异彩，西成东就。在这边校长再次感谢各位家长聆听有关亲子教养的一些想法，也请各位家长继续参与我们接下来各班线上的班亲会，谢谢。